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澎湖白坑玉圣殿，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2101JPG 资讯，县市澎湖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行程地址湖西乡白坑村一号，行程属性宏伟地标，澎湖地区首座奉祀玉皇大帝宫庙。简介：澎湖白坑玉圣殿，严格玉圣殿坐落湖西乡白坑村，主祀神祇玉皇大帝。据当地耆老口述，本村居民来自金门，最早只有八户人家，迁徙前家乡奉祀五府王爷。清顺治年间，遂由家乡请假来镇右村庄，最初为王爷庙，主祀李府、五府二位王爷。民国39年设善堂，堂名文善堂，并奉祀高琼玄大帝。民国58年雕塑金身，御旨赐名玉圣殿。特色：澎湖地区首座奉祀玉皇大帝宫庙，于清顺治年间建庙，迄今300余年，期间历经四次修建。民国93年重建为 609.86 平方公尺，占地面积 184.48 平，坐西北西朝东南东之宏伟建筑，为湖西乡首座天井式庙宇建筑。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
就临湘普明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1962JPG，F00001963JPG，F00001964JPG。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嘉明121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光复以后1960年代。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公告文号：府文资字第101019-0032A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101年10月12日。简介：秀林乡普明寺，1922年因原住民抗日事件及霍乱疫情，当时在制糖公司北浦农场工作的家村中无语友人，乃将家乡日本的会门山地藏尊恭请到花莲，并建木屋将地藏王菩萨供奉在茄冬树下，让这个地方因为信仰而得平安。地藏王菩萨造型亦与其他来自中国各地 的地藏王菩萨迥然不同。二次大战早期的寺院被毁，直到1960年在许聪明老居士等善心人士的筹资下重新建造，并命名为普明寺。1963年正言法师到花莲，就在普明寺小木屋修行，而后成立佛教克南慈济功德会，举办第一次冬令救济，而这项人道关怀如今拓展到全球74个国家地区。1979年，许聪明老居士正式邀请释慧宝法师驻西主持普明寺，至今。秀林普明寺本殿约5坪，为1960年代钢筋水泥建筑，简单古朴，仿古通风花窗，加上沉重厚实的两扇大木门，颇具特色。山门门柱上莲花造型的柱头亦十分精致。正殿后方百岁茄冬虽屡遭风雨，战火肆虐，仍枝繁叶茂，屹立不摇，护卫普明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4170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4:15:32 GMT 19:50 D 1 3896 1297 CE 1:0003 Heights 10320517 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8:54 GMT 0003 Heights 5173 60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165,362OK9 text 斜线 HTML29 Monday23 September 2013 1:58:54 GMT 0003 Heights 5165:36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慈济文化园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2327JPG F00002328JPG 资讯县市花莲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行程地址花莲县花莲市中央路三段701号负707号。行程属性宏伟地标，博物场馆，宗教园区。简介，慈济文化园区坐落在花莲市中央路上的慈济文化园区，包含慈济医学中心、静思堂、静思竹轩及慈济大学校区，这四大区块是慈济全球事业的总枢纽，也是凝聚慈济功德会四大置业医疗、慈善、文化、教育的地方，持续在东台湾的净土花莲散发慈世济人的沉稳力量。正言法师自1966年立下创办医院的宏愿后，
经过多方奔走，累积每一份大爱，终于在1986年创立慈济医学中心，实现了尊重生命、守护生命的理想，同时动土开工兴建静思堂，希望将慈济功德会致力四大志业的成果在此展示。之后，上人进一步体会到名医易得，良医难求的事实，决定要从教育做起，培养有爱心、愿意牺牲奉献并能善用其医术的良医，于是在1994年成立慈济医学院，办学绩效良好，并于2000年改名慈济大学，同时设立附属中学和实验小学，成为一所从幼稚园到硕博士班一应俱全的完全化教育大学。1996年适逢慈济30周年庆，志工队员临时搭建竹屋茶轩供访客休息，慈济人分享致用，三年后竹屋拆除，在原地扩建可长久使用的竹屋，也就是现在的竹轩。慈济四大志业随后再加上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称为一步八脚印。这八脚印的第一步就是慈济文化园区静思堂。静思堂的建筑包括瞻仰大道、道旅广场、本体建筑和周遭的庭园景观。本体建筑以静思精舍为蓝本，整体外观采用自然材料，除了铜瓦屋顶之外，就是石材和木材，希望随着时序的变迁，呈现出历史的岁月感。静思堂的兴建主要是传达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无论外观及内涵均能呈现出一种无声的说法，让每位有缘人皆能感受到佛教的精神及全球爱心人士共同写下的动人篇章。静思竹轩位于静思堂与慈济大学间的静思竹轩，是全台唯一使用古法搭建的竹屋，并以四方竹为建材，整座竹屋保有正身、两侧护龙等台湾传统建筑文化，又以方正工整的四方竹为材，动员超过6000人次的慈济志工完成，代表慈济端正、庆心、简朴、合力的形象。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290,182OK 10image/JPEG 29 Friday16 August 2013 13:41:36 GMT 19.1078 CC 53869 AS 100003 Heights 1032051736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8:54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
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英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